这里是甘肃省甘谷县上马尔湾村的苹果产地，对面就是一道壮观的红色沟壑，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，所以种出来的苹果非常优质。今天我要从沟壑两侧寻找优质中的优质。这里非常壮观，我刚刚看到果农从下面沿这条路一弯一弯一弯，用那个好像是手扶拖拉机一样很小的，然后慢慢把这果子给运上来。哎呀，看得我是心惊胆战的，这里面太高了啊，这里又很空旷，这个地方他们就可以储存苹果，还有把车都可以开上来。那个陆大哥，你贵姓啊？也贵姓黄。黄啊，跟你做生意一定黄喽。一定要黄，不能黄。那个这批果，我远看那个颜色，这是不是最优质的？我看了一下，还有更好的是吧？啊，那比这厚的在上面。那我们上去瞅瞅。行行行，走，看。好，要不要开这个？没事没事，不开它，你再放。要不是你坐着，我推着。要不我推你吧。去看看啊，他们家的好果子。哦，原来这里一条路上来的。啊，这是大路啊。哇，我们刚才不知道这条路。你们从那边绕过来的。嗯。那是最低的路。哦，难怪我的那个车可以开进来。啊。这么难的路。是吧？那车应该是你的吧？这是我侄儿是吧？他轮出去打工了，把车停了。啊，对。哇，那么生锈的。那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很有特色，走在这个黄土坡下面，就在这个想象的悬崖上。这边是白色的土，那边是红色的土。这是白土 啊，那是红土。嗯，那就是红土，就是。为什么有白土有红土呢？我也搞不清，反正这边就属于阳面。阳面，那边是阴面啊。对对对。哦，那问一下哈，你们这里属不属于黄土高坡？就是。就是黄土高坡，这个属于秦岭的那个啥？啊，秦岭。秦岭的，就是余脉，余坝了。余脉，那余脉也可以是最后的落点了。哦、然后从甘谷的那个外河以北，就是属于那个六盘山的那个那种山了。啊，六盘山的那种山，不是秦岭的那种山。那就让那个外河把他们两个隔开了。哦，大致我明白了。嗯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当地怎么没有人住窑洞？以前有，现在没有。啊、哦，这里跟陕北区别是很大的，陕北基本上是窑洞。那人家那个窑洞其实也挺好的啊，建了房子。你们的窑洞好像都是储苹果的。以前住人，我们爷爷那一辈人都住在也住，嗯，窑洞。现在都成了储苹果的了。储苹果现在窑洞那边也没储，都是。啊、哦。太麻烦了，家里都有地窖吧？没有地窖，都是那个，就是搭个凉棚那样的，就是在那边放着呢。哦，哎呀，怎么浪啊？我们浪不了，这个就爬上去了。来，我的酒啊！我的酒啊！真是。稍微再长胖两厘米，没有拉不过去，这个脚差点被你压掉了。这里面更山了，你这里面，嗯，像这个窑洞，这是干嘛的？这是装那个水的。装什么？装的水，雨水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哦，看大家看看，哦哟，就好像一个厕所。我的个天哪！他那个下厕所，我苹果树上打药的时候就用这个水兑的药。哦，要不然他平时没水。啊、哦，没水，对对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那他平时缺水。不是。对他平时缺水，缺水呢，他要打农药。那地里面没有杀虫，打农药。他打农药没有水来兑。啊，对对对，要。
在这个山上面没有水来兑，它只有靠这个地窖的形式储水了。它是地窖吧？啊，就是一样，是一个性质。那那个鱼是这里储的是天水吧？啊，这下着雨。啊，下着雨冲进去。嗯。哇，这个人聪明。啊。它放里面它不会干掉吗？对。它不是一个门吗？不是，它不会干掉吗？不会干了，不会干了。怎么会干呢？这里面挖好深。那做好防水，怎么会干呢？那好像说的也是哈、啊。什么好像是？那还本来就是。那还要涂涂料吗？做防水？要。这家伙，我都快跑这样都够呛，不要说把苹果运下去。啊，那走都走得够呛。所以人家为什么车子要装个发动机呢？咚咚咚咚咚咚咚。难怪装个发动机咚咚咚咚咚。对呀、啊。你们腿很省力是吧？哎，越累。为什么不用马，不用骡子呢？放在他养一个马的话，你再一个人伺候他，是不是？他成了大爷了。他这个发动机放在那里，他不伺候你。哦，只给他吃喝柴油就行了。对，有汽油就可以了。哦，哎，有道理哈、哦。你养一匹马，养一匹骡子，还得伺候他。那对对对，那我这马咋办？你这马废了，没用了，没有用武之地。哎，这个太累了。走这段路啊，我宁愿不吃苹果，人参果我都不想吃，走得太久了，这一走就是个把小时啊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上面手指方向，这上面的果啊，日照非常的强，日夜温差大，这种是优质果，先拔头轴。先拔头筹，这种果啊，我们要发就发这种果。可是这种果不会慢慢晒得越晒越黄吗？啊，饱受了日月精华，这果就好吃，它的糖分就足，啊，它就脆，就是每天的第一束阳光就照在它身上，是吧？那夕阳照的，这果树，这上面的果子是你家的啊？对。哎，那就来对地方了啊，家人们啊！不啊！这就拍个照，这个地方。这就看看这个果很大哎，这个真的是大，这不是开着玩笑，这果子不错。这你看一下，这哦，这片果子，说真的，一级果。这就是喂的最好的果啊！这两四五，这真的是最好的果，大家看看啊，好漂亮的啊！这真是最好的果啊！哦，这果子漂亮漂亮漂亮啊！有这种果给我们的网友，那就算真正交代了。对啊，又大又红，一个你吃得完吧？吃不完。我们取个小一点的吧。你取水从里面往这去走一下。我不敢再吃了，刚刚吃了个。这里面还有是吧？等等，这么走。这个那个。哇，太厚了这个果。哇，这个最大的果。我的个天，胖姐不是说要一个这个大果吗？还有呢，这下面还有人大的呢。哪这个最大？我看。我的个天呐，这个果真的是太诱人了。大家看看啊，这有点像人参果。像金刚葫芦娃，这个好，来回过来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你要看苹果的、这一台果子，看苹果的好坏，你要先看树叶。啊，看叶子。树叶要像这样的又绿又厚、啊，这就说明苹果越好。哇，还有这门道。你是不是你们是刚开始？那人家像那个大公司的，在果园子里面一进来就不看你的苹果，先看你的树。哦。长势好的苹果，人家就定树。受教了。师傅受教了，受教了，受教了。我们取一个最大的天上的水，取一杯天上的水，照亮明月。哎呦，哎呀，哦呀，这一个，哇，那个天哪，你看，哦，这里过来，哎呀，哈哈，哇，太漂亮了。哎，贵姓啊？又忘了。啊，黄，差点又黄了。那个黄老板，就是如果是每一棵树都有像这两棵树这样子，
我的这基本上都一样。那就牛逼了啊，基本上都一样。那太牛了，这真正是好果。我的这一片果子，村子里面买一次订货的时候，先他都要先订我的。我的价格一出来，他们才定批。哦，黄老板，我看你也挺厚道的啊，每年都是。嗯，但这个果子跟大家说啊，不便宜。这批果子真的是好果，我看了这些都有点诱人。来，我们尝一个吧，尝尝，随便尝。哇，尝不了啊！尝尝尝！我天，我都不舍得摘呀、啊，我去。不是啊，我真的不舍得摘，那摘一个小的。我知道小的，你看这个尝一个大的，每一个都是日月之精华，哎、每一个都是日月之精华。随便尝。哎呀，我真的。有点不舍得，随便哇哇，你看你就不会摘苹果，这上面一层果衣哈，不能去掉了，这果衣去掉了呢，那就会来摘一个。哎呦，小子，这马屁拍的可以啊！不是，我习惯了，小样。咦、那个透亮透亮，你也可以做镜子了，你看。好亮了，你看擦的好亮好亮好亮。啊，这就是拉制层，你先咬一个吧。苹果的拉制层啊，哎，口水，真的是很脆。我知道，但这种果在南方的天气，可能运输过程中要三五天，那么收到货了，立马就要放冰箱冷藏，它保存这个味道。如果是常温下面，它们十天左右就会绵了，这个就会沙沙的。嗯，那好像不是真的。我先不说其他的，我就说这个果的这个透亮，表面这个真的一面镜子一样啊、这车子打蜡了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跟那车子车辆打蜡是一样。这几天我们在果园里面撑的，说真的，见到苹果都怕了。但是这个苹果，我的这个苹果，那前两年都是拉到那个红薯了。嗯，拿到哪里啊？温州，温州的一个老板。啊，温州，那哦，义乌的，义乌的。那我问一下，浙江温州上面的全是吗？全是的。我带我走走吧，看一下有多少这样的果树，我们预估一下。走。水果太那个了，真的太那个。漂亮。哇！啊！哦！多漂亮！你把这苹果杠下来了。这两年不太好，那几年又。这苹果两万七八万，哦，哎呀，净赚嘛！这两年不咋对，净赚七八万嘛。哎，也就撒个人工，撒个农药化肥嘛。太漂亮了，这苹果。这个果园应该是我看到最好的一片果园，所以这片果子它是吉祥的，是幸福的。师傅，你没发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属于山顶吗？上面就是山顶吗？对，这里真的是天地之灵气啊，可以这么说。好像这果园并不大，但是它产量很高啊。这一片果子从开始到现在十几年来，每年苹果都这么好。嗯，关键是我也付出代价了，这个地也。像这个叫挑出来的啊，这个没事，你不要。这个颜色不行，这个、啊、这个品种不行。没事，这就是那个。这一棵树就是它，就是像人一样，身体不太好，身体不太好，身体不太好，它就出现这样。这就是很怪的这个树，真的，就像人一样，健康了人的脸上有光度，知道？这个果跟这个果，我看了整个果园，就这个果树有点不对劲啊。这个果子有一点那个啥，就好像有点、生病的样子。哦，难怪它的叶子都是孔啊！对，啊、就是，你看，它的叶子都是孔啊。所以刚才黄大哥说了，看叶子要厚、要绿，要有水分啊，这个都皱巴巴的。那就是。啊，证明他这个树生病了。就是。嗯，是这个理。也可以说是他心情不太好。这里总共多少兜啊？总共多少兜树？多少棵树？上下一共啊？哎、一共差不多一个一百六七十棵树吧。就有两万斤果子。啊。Thank you.
这批果子是我们寻找到的优质中的优质，集日月之精华，天地之灵气，果实饱满，颜色均匀，可以称作为上品上品上上品。其实我的想法只是想找到优质的果子回馈给我们的网友，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人没有买到。黄大哥把我们当成了一般的果贩子，本来只要价格合适，不让我们亏本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？一来可以让网友品尝到优质的花牛，二来可以帮本村的黄大哥顺利的把果子卖出去。其实我们想简单了，黄大哥的这片果园根本不愁卖。就在我们离开的当天晚上，这一片山头所有的苹果都被果贩子订购了。就像我开头所说，真的黄了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我们走了这个红土沟壑的两边，所有的大大小小的果园，这一片果子是最好的，精挑细选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家人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